Vinci, can you please come and help me? Ma,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觉得我在这里做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你小时候我叫你帮忙，你怎样说呢？ 紫玲啊，来帮妈妈啦！哎呦，too boring啦！等下我要去找朋友嘞。哎，你睡了 ，can not? Later on, the wrap will go away。啊，妈。 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你在这里？你记得吗？你小时候我叫你不要摇脚，你怎样回答我？志玲啊，你不要摇脚啦，柴都给你摇走了。阿妈，可以不要乱吵吗？明熙。 Why are you wearing black? It's Chinese New Year. Why? Mom, 我知道. Ma, 我为我过去对你不礼貌的态度说声对不起。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血脉的传承让我们相聚。我感恩这一份缘，我祈愿你已在一个更祥和的地方了。你想什么？指令可以举办团圆饭哦，仲跟住嗰啲传统做法。 他年轻的时候很抗拒传统的习俗，系咯，你说。